哎，说说两句，你说，轮到你了。你不会说，你就说你为什么不会说？我是辽宁的。哦，辽宁铁岭。哦，铁岭我知道的。我是东北媳妇儿，知道不？我是辽宁人。真的吗？哎，我老公是鞍山，你知道吗？他妈妈沈阳的，在鞍山待大的。那我吃个。就是我们辽宁的啊，对啊，我是辽宁媳妇儿啊。铁岭是不是那个赵本山？是不是铁岭啊？对，赵本山就铁岭，他就赵本山隔壁。哦，就是隔壁呀、啊，对。那然后他到哪里坐飞机，你就带你上来。我去过沈阳，也去过盘锦、辽宁，好吧？那你接着来。啊，你看这个，哎，我是湖南郴州的。你是正儿八经就是郴州哪里啊？贵阳。哦，贵阳的话正是我的县里。就是你的。对啊，我们要从贵阳过啊。五年了。家伙，那好多郴州有。才五年吗？对啊，之前不止五年啦，是啊，我也没到。之前就来了，才五年。之前啊。真的是。哎，下次就一窝一窝的，你挖到一个就挖到一窝。疫情都五年了。就像那个兔子窝一样。疫情都五年了，疫情从2020年开始，没有五年。接着说，说完了，说完了。哎，美女，你来了，美女，扔到你来了，现在是关键时候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湖南永州913的，我叫 Ada。我目前呢，现在是做家政，对不对？如果谁有要做家政的，可以介绍啊。嗯。回到中国去也可以去我们913是个旅游区来的。对对，这些人都啊，对。好了，我说完了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们等着你说很久了，都没怎么说了。因为我也很有，现在我很有幸认识Wendy 也是我这个好姐妹介绍。去我家才认识他的。哦，还有是我还跟他是同姓。哦，他也是我的妹妹了，可以说。哦，我是姓张的，他也姓张。还有一个刚才有一个小弟也是姓张。那又有个妹妹，又有个弟弟，那多好。对，没错。现在我也不孤单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还有一个亲姐姐在这里。你还有个这么大的一个同乡会在这里。还有又多了一个妹妹，多了一个弟弟出来。对，是不是很幸福啊？幸福，我们也很幸福。好。名字还是跟我的姐姐同名同姓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张春印。哦，张燕春。张燕春，张春印呢？我张燕春。张燕春吗？张燕春。那掉进来了。掉过来了。一样。感觉字一样。字是一样。三个字一样。好的，谢谢。啊，谢谢你讲的最精彩了啊。技术。继续。支持，继续支持。好，那你来。对，你做什么职业的？我做家政的啊。家政。有家政的可以介绍我去，思云，我煮饭可能还可以的，湖南的菜可以的哈。啊，那最好了。那是靠近哪个区做？主要做哪个区？你他在石家堡，看你在哪里。我住是住石家堡，对，你去到马航这边也可以。我现在暂时可以，就说提供做饭，或者是说搞卫生。对，做饭搞卫生都会，做饭什么都会，不能这样。对，现在设施屋子一个小时，30多，35。下次你没钱了去找他。对，他贷款的，他借钱的。问你，我有没有加他的微信？上次说贷款的是不是他呀？对，应该是他吧。Ada张，哦是你，对，我就看到你的头，看到你现在有点像。聊微信都聊了，都没见过真人啊。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你呢？我就不用介绍了。介绍一下。介绍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是福建人，福建好。那非常感谢今天哈温迪请我来这里跟湖南人，虽然是湖南的商会哈，那我是福建人，但是我跟温迪是教会认识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好姐妹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他说今天要来这里参加一下，我说行啊，那就来吧。那因为等一下我还有一些事情，我等一下要先走，所以我在这边是做行政管理的一个。公司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做百年寿衣的一个公司，这两个公司在这边啊，对，所以就是今天很荣幸也来参加我们的张会长这个邀请啊，真的非常感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不能干的一个，好了。